要拼了命的挑逗我。你要占我便宜啊？这黑天鹅本来就是挑逗王子的，要不然王子怎么会一股脑的被蛊惑？哦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。他小时候没有受过正统的训练，但是他有对舞蹈的热情。天鹅，到哪儿都那么骗你。如果你可以跟他一起搭档，一定会激发你的舞蹈积极性。那这太丢人了吧！腿脚无力，核心又不稳，时间动作又僵硬，一堆废柴。废柴也能生火，我们就点燃这把火。废柴联盟，召唤全宇宙！加油！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有些事情不是光靠热情就可以完成的。可是没有热情，不就什么都不可以了吗？我之前在古典芭蕾当中，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且被困在里面的人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我们要面对的是，是你把我拯救出来的。冲啊 ！One, two, three, four。301宿舍的小春，我喜欢你。我觉得跳舞是人生中最快的事情。知不知道一个机会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？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至少你为我考虑一下吧。那你有为我考虑过吗？啊，你有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吗？这个舞蹈讲的是对恋人，从相爱相知甜蜜到争吵和好的过程，那结尾是什么？你们两个考虑过吗？我不想成为你前途的阻碍。你从来就不是我前途阻碍，反倒是因为你，我更期待我的未来。